浩太郎是一名患有自闭症加上全盲的六年级小男孩，但他靠着对钢琴的热爱克服先天上的障碍，在演奏会上临失误弹奏出动画《神隐少女》的主题曲《永远同在》。浩太郎平常是靠听觉来识谱、记谱，再来靠着不断的练习才能完美的演奏出一首曲子，让网友纷纷赞叹，比我看谱弹还厉害。